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赏，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新风变大声，人在输赢，今生的爱情也会孤单行。阿边上阿边就行，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咱这网友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来，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那么，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当事人，要来定向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来，阿宏报新闻，分析新闻，批判新闻呐。这个立方，立方是倒位？就是中国。那么立方事件，就是讲爱注意安尼啦，啊、哦。那么那是那个接近两岸恐惊陷入动荡，哦，就是记者姓黄，那么综合报道。台湾总统大选投票得要到啊！那么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也这个选情看好，不过有大陆的这个学者都直接就讲啊，讲未来的这个两岸关系势将进入动荡期啊。那么大陆未接受九二共识。不是唯一选项的这个讲法，大陆真硬吼，大陆真硬。那么我昨是应该是礼拜休困，因为我拜五就是初一，啊，所以阿宏那么休困。
啊，所以啊，我就用用哩，网络往下看，结果我啊，有一挂新闻技术吼，有下着，啊，我来发布呢。啊，所以我礼拜就是昨，那么特别，那么客座节目，那么今日依然照常，吼、哦、啊做节目。所以咱个知影，昨我讲过，就是伫个大陆有一位法国的这个记者，女记者，吼、哦，啊结果。报无实的这个新闻，啊，结果予大陆当这个当局，等候伊这个记者证到期要阁申请，那么拒绝伊申请，啊，所以甲遣算讲遣返。出境了，所以我有讲过，台湾都只个吼，踮遐咧耀武扬威啊，其实吼，到大陆拢乖乖，大家拢乖乖啦，啊，来咱继续转个主题，所以大陆伊绝对袂接受。无承认九二共识，诶，这个政党，所以阿翁定定伫个讲，就是台湾人吼，好要搁较好，吼，也得寸要进尺，将规尾啊，死路一条，将规尾啊，死路一条，安怎讲？袂妨恶落个啦，吼、哦，也硬拗阿爸，所以说呢，阿方有讲过，我二三十年分析，那么民进党，伊个即个，伊即个党。那么，而且讲到这，我就想到一位叫做苏先生，吼、哦，苏志，阁袂记啊吼。那么伊吼、哦，甲民进党同款，一模一样，安怎讲？共断章取义。人我阿宏是看到。这个白龙哦，伊这个什么中华统一促进党，还是中华统一促进党？那么我是看伊啊，对不对？咱所知啊，伊过去是黑社会的。啊，我就讲的孙阿娘，啊，你苏先生，你敢会孙阿破门去伊这个？白龙，白龙吼，啊，伊个即个，算讲伊个即个网络啦，我敢若讲安尼难呢，结果伊断章取义，讲啥物都逐项啊，啥物我露出马脚咯，啥物啊都乱讲一笔就对个啦，都敢若我讲啊，你敢敢会算安尼啊，破门去即个白龙。遐安尼啦，尔，我敢若讲安尼啦，尔。啊，结果伊一句话，伊嘛是讲阮婆文，敢若讲一句话啦，尔。啊，剩咧就讲到一大堆啦。啊，讲啥物白人伊是较早罗马安怎？啊，罗马是罗马啊，咱较早对毋对啦？啊，是毋是安尼？伊若即阵啊无犯法，你甲看，伊警察敢去甲你啊？毋敢去甲你，安怎伊无犯法啦？那么，我有看。新闻啊吼，伊敢那伊个即个伊做敢是伊做总裁个款，啊敢那一个副总裁，副总裁过去样是
这个黑社会，结果伊犯案，结果伊去抓去。所以嘛，才讲，亲像这种的，亲像所有的这种的人哦，有够低皮，真正有够低皮。安怎讲呢？断章取义，我都跟他讲安尼啦，尔。结果伊就讲啊，这白龙较早安怎安怎，你工人较早要从啥？对不对啦？啊，讲遮歹听，啊，你的孙啊，尔，你姓苏，啊，你无承认你祖先啊，这个过去，来台。反正你祖先嘛是同款啊，做老模啊，对不对啦？啊，所以恁祖先的孙啊，尔过去伫个大陆的孙啊，尔做啥物啊？人个较早迄个大陆哦，有迄个什么？迄个山头有迄个山贼啊。反正恁祖先是迄个孙啊，尔山贼的，对不对啦？哎，你要哪讲？所以呢，亲像这种的人的孙啊，尔啊。乱来，真正乱来，所以莫怪我是安讲民进党，甲民进党拢同款的，安怎讲抹黑、断章取义。我拄有讲，我敢若讲安尼啦尔。我苏先生，你有在调的时阵，你好胆，你去遐破门安尼就对了。我敢若讲安尼啦尔。啊，结果伊安尼讲啥物啊？即、這个我支持啥物？伊安怎拄安怎安尼？乱来嘛，对不对？乱，所以就是安那，要栽赃了，无乱啦，哈、啊，就是这种人，就是这种人。因为我本来我就不爱插伊啊，我不爱插伊，因为那这种人，你搁较安怎讲，伊都我有讲过啊，伊都骂迄有诶无诶，真像针对问题，伊唔敢安怎讲，伊都无。伊都无迄个理由嘛，啊，所以就骂，乱骂就对了。像迄种人，我老实讲的，啊，我，伊对我安尼，我还佫称呼伊苏先生，你敢知？伊抓准我的时阵安尼，啊，软土深骨啊，所以我认定讲安尼，我唔知讲你去白龙遐，哦，你去甲骂，看伊感觉安怎，对唔对啦？啊，所以像这种人的时阵安尼啊，啊，踮咧。这个孙阿娘，得甲人徛起的。那么我先煞讲一个，有讲到这，我先煞讲一个。啊，那么网络啊，稍等下吼，我今我这个我看卖啊，我先讲一个，无唔多，我未记啊。差吧，我的这个YouTube 吼，伊的这个留言啊，我本来我。不爱插伊，过去伊都拢有啊，啊拢化名，念的这个名，啊念的迄个名。那么我这个网络吼，有一位叫做什么的小牛啦，吼、哦，我看麦啊。哦对啦，这个呆牛啦，吼、哦，啊这里麦当犯罪派，呆麦犯。买晒还做派，哦，你甲想，哦，呆牛，哦，啊，甲个孙啊，你甲看，大呆牛，就是大派牛，亲像即个咧，即个孙啊，呢，即个老人，伊啊，你甲看，支那拢是伊啊，啊，伊咧讲个，你甲看，咧讲过去个，什么八国联军啊，强吗？啊？啊！强盗侵入恁厝的，你讲些什么嘿啊？北国联军敢来台湾吗？哈、啊！啊！你讲到讲到到底，你是台湾人，对不对啦？啊！北国联军到入来台湾吗？啊！你咧讲什么嘿啊？什么强盗的孙啊侵入恁的厝？你讲些什么笑话啊？你讲些什么笑话啊？你咧什么大牛车啊？你讲什么笑话？啊，所以你甲所有拢同款呢，拢要无赖人呢。大了个代志，你讲个侵入什么厝？这八国联军那是事实个代志啊，第二次世界个大战啊。啊，你咧抹黑什么嘿啊？好对唔对啦？所以恁这帮人就是安尼。啊，代志个时阵，咱确确实实有历史，就是安尼先。
你在讲什么啊？八国联军啊，什么强盗？我有讲过啊，八二三若无国民党诶时阵，迄阵咧主政，白收到这个啊，这个金门妈祖。老实讲诶时阵，你搁有惊你啦？反洗诶时阵，泥臭味大诶时阵，啊，你几岁？你知影一个什么啊？对毋对啦？乱来嘛，对毋对啦？啊！伊讲诶时阵，强盗侵入你诶厝。啊你就送伊厝吗？爱看看。譬如讲强盗，伊有牙青啦，真正青的啦，对毋对？伊讲你赶紧走，离开即个厝的。我共款，我会离开即个厝的。安怎讲？厝的我也讲了错的，哈、啊，我会搁转来啊，对毋对？啊，你惊什么呀、啊？对毋对？我若租的厝。我哥哥，我来做保卫啊！你偷什么呀、啊？你讲到什么呀、啊？对不对啦？啊！这么惊死，就回去支那去，拜托的。凡世的孙阿娘，我生你的道，我跟你讲，你都叫讲什么呀、啊？啊！回去什么呀、啊？你有什么权利？对不对啦？你有什么权利？我问你啦。乱来，你讲迄话，哦，你叫人安尼，人都安尼哦，是毋是安尼是？你讲迄，你甲看，啊，别人的孙安尼在台湾袂台，什么叫做袂台？什么叫做袂台嘛？乱讲抹黑啊，什么叫做袂台啦？我问你啦，伊咧讲的拢毋是话，你甲看。小蒋的时阵恶法啊，结合抢劫为伊死刑枪毙的两个啊，只抢二十块，这个三兄弟拜托的，伊是安那向枪杀啊，伊是安向枪杀，你敢知？乱来乱讲，当时的孙阿娘大陆咧。战乱的时阵，你甲看，卡袂着，拢嘛枪杀，是毋是安尼？抢两二十块，较早二十块偌多啊？你敢知？所以这讲的话都毋是话啊，对毋对啦？乱讲。所以我是安那要一条啊一条，我要甲指正。像这种人，伊想讲哦，我安尼破门安尼，伊都安尼算啊，安尼都对了，伊拢无负责任的，都对了。啊！你家己讲的哦，抢哦，对不对？两个只抢二十块，我请问啦，共抢安尼敢对？乱来嘛，对不对啦？你甲看台湾，你甲抢看卖啊？你抢二十块，是毋是感觉有罪？所以伊俩总讲安尼，伊咧讲拢有理就对了。哦，我都是要讲互人听啦。看这个孙阿娘，这个什么什么？派牛也是大牛一个啊，啊，搁一另外一个，这个大派牛也是大大牛安尼就对。伊讲的话安尼敢对？对不对？你啊看伊家己讲的啊，对不对？干那两个只抢二十块，而且三兄弟安尼啦，你三多会使共抢的吗？啊，你三多会使共抢的吗？像这种的人的时阵呢，无分是非，哈、啊，像像这种人，伊也甲人咧，世间人嘛，甲人咧大，哦，对不对啦？什么爽的有流目屎无？你莫看什么时阵，什么时期，对不对啦？所以恁咧讲的话，拢根本的时阵呢，拢为鼻腔的出来。全咧讲迄有诶无诶，啊！你是讲你安尼讲安尼，你著安尼有理啊吗？啊！你甲看讲人啥物票罗命吧呢？即帮人拢安尼，
什么咧叫我回去大陆？阮祖先嘛咧大陆啊，阮祖先嘛咧大陆啊，哈！啊，我要回去唔回去，甲你有啥物关系？对唔对啦？敢着受你左右吗？哈？哈？你啥物资格？哈？拜托个，哈？乱来嘛，是毋是安尼？什么咧不倒的鹰啊？伊咧讲的小鹰啊？你甲看我拄好讲啊，人大陆的时阵啊，你若无承认，叫你强势，我有讲过，我有分析过啊。你看卖，看小鹰伊安怎？小鹰伊若承认叫你强势，你要自杀无？你要切腹自杀无？啊？恁这帮人的时阵，安尼乱来恁，恁讲的拢对吗？是毋是安尼？拄仔讲抢人二十块啊，伊讲善兄弟啦，互你讲善兄弟好啦，啊善兄弟抢人敢无做吗？啊，像恁这种的，啊，就讲无做啊，对毋对啦？啊！若安尼，先我来恁家的时阵，安尼，有所恁所有的财产，我拢来甲你抢抢的啊！啊，我嘛无做啊，对唔对啦？你安尼讲安尼，敢对？敢是凊彩讲讲的个？讲过去的代志，对唔对啦？啊！你讲迄嘛唔对啊，抢人的本来就唔对啊。所以你就是你的人，就是呐，是非不分呐，敢那有拿捏啦呢，无迄个是非，你种人，啊，你种我甲你看啊，对唔对？看后摆你的时势，看安怎安就好啊。讲真，所以人啊讲要统一，人嘛是人的自由啊，对唔对？你要统，你要独立嘛是你的自由啊。但是你还阁想啊，啊，就毋是你凊彩讲讲的就好，迄是台湾的民主国家呢。你讲啊，所以我有讲过啊。所以你这甲所有拢共一帮人诶，共一帮人，拢咧讲支那，拢咧讲支那。啊，讲遐有诶无诶，啊对毋对啦？你八国联军，啊，可能你毋捌做兵过款。做兵的时阵，安尼啊，你若脱离队的，同款死刑嘞，同款甲你断死嘞。战争就是安尼生啊！啊，我唔予你，我无予你死，你换我都爱死啊，对唔对啦？战争就是安尼生啊！所以伊咧讲的话，敢若一面之词啦，尔啊！民进党咧讲拢对，国民党咧讲拢唔对，啊！你来看，讲人流氓党，啊！我讲民进党，我有讲流氓党，我有讲伊暴力党，安怎讲？伊拢行过头的，对唔对？占主是大的，是不是呢？这我有迄个属性嘛。对嘛？你即卖说呐，国讲的说呐，蒋介石时代的时阵呐，
打压你讲遐，讲遐是要创啥啊？迄是过去的代志，对毋对啦？你搁来咧迄款案啊，安尼生着啊，亲像你伤人的时阵安尼啊，讲到的时阵过去的代志，我有讲过啊。恁过去代志，恁祖公啊嘛是咧做贼啊，啊你要安怎？对毋对啦？啊，蔡英文的孙阿娘讲爱团结，哪有法通团结？像恁安尼在咧攻击，哪有法通团结？对毋对？你讲迄有，佮讲无的，你若讲有，阿宏甲你承认。但是你讲迄无的，对毋对？啊，蔡英文的孙阿娘啊，口号在咧讲啊，大家三党爱团结，团结什么呀？啊？啊，佮讲甚物蔡英文的孙阿娘外交，哈、啊，当时的孙阿娘困难，伊蔡英文外交，拜托个，蔡英文是外交是咧创啥？哈、啊，伊迄阵来做总统哟，哈、啊，伊也是的孙阿，伊较早蔡英文咧做的孙阿娘，即、這个外交部长，哈、啊，乱乱讲嘛，对毋对啦？啊，讲甚物蔡英文当时的孙阿危机？的时阵，啊，伊起的时阵啊，做接任主席，啊，对唔对啦？啊，接任总主席，甲国家有啥物关系嘛？所以你甲看，这帮人拢乱讲啊，是毋是安尼？啊，伊讲不倒翁的时阵啊，认为啊，接任的时阵啊，主席发挥外交谈判的这个重才，但有啥物外交啥物重才？哈，伊也无，伊也，我拄仔咧讲啊。你甲看所有的孙阿娘，参像即种的，即讲叫做啥物啊？啊，造神啊，造神啊，对毋对？伊讲伊孙阿外交啊，发挥外交谈判的即个重才，啊，整合着派系拍赢，即个1129、116，啊，大胜了后将团结。讲这初，伊也无嫁翁，对不对？人都咧甲批评啊，啊，无嫁翁，伊都唔知影母爱是啥物啊，对不对啦？啊，这就是经验啊。啊，讲到的时阵，安尼嘴甲破了了啊。是毋是安尼？啊，像恁甲讲，哇，伊安尼外交拄外交，啊，但伊有做过，伊有做过啥物啊无啦？像伊这拢乱共指控呢，哈，对毋对？啊，宋的什么清独裁杜纳国将台湾变回专制性的话，台湾敢有法度人搁变迄专制？你像安尼这种乱讲啊！敢若专制，哪有可能的？像啊，恁的像啊，民进党的这个蔡英文来选总统？所以恁这帮的人都乱讲啊，是不是安尼？你啊看，伊讲的是哪样？指就是讲中国啦，哦，啊，那侵台湾啦，就吃美国的核弹，拜托的。等到美国的核弹拢上万啊啦，参像你这样的知识。大陆变咧几分钟啊？呢，台湾都赢过国啊啦！所以恁这咧讲的话的时阵啊，呢，敢是话？
敢是话吗？咱讲话就爱以实论实的，迄才是话。美国核弹来到遮，偌久的时间？台湾早就沉落去啊！所以像你这种头壳咧，甲人乱讲话咧，乱讲啥物啊？对不对啦？啊，美国有原子弹，人大陆都无吗？原子弹、核子弹、偏原子弹，毋知要几倍咧啦！你讲到原子弹，拜托个，毋知影，还搁乱讲话，对毋对啦？像恁即帮人个，像安尼老实讲个，人讲，阮咧讲就是讲，咪屎食毋知臭，就是恁即帮人。啊！批评人鲁莽，人鲁莽，人去做到总统，我对了啦，啊！啊！那王顺讲哦，迄是老实讲的啦，你是你到尾才出事的啦，对不对？参有迄个批评啥？你迄阵啊，你哪唔讲？对不对啦？什么的高价李登辉汇款砍乱？你乱讲啊！蒋经国都开始伫个筹备啊啦，无伊咱开放的时阵，那领大陆探亲，乱乱来啊！这个抗战时期，敢会当过去遐探亲吗？像这即种的，像乱乱来，讲话拢无负责任的，啊乱抹黑，啊乱讲一鼻啊，啊！这看这种文就知影，这个泥臭味大的人的，像安尼，啊在乱讲什么呀？伊是知影一个什么碗糕啊，对不对啦？所以台湾拢想过自由去，互恁这帮人的孙安尼啊。你甲看，这拢无路用的啦，啊！你甲看，搁讲这种话啦。啊，讲阿扁啊啦，啊，就是讲阿扁啊，因某惊的时阵安尼啊，啊，这个高董啊，没收啦，才会怎啊唱去外国啊？你甲看，都有这帮人安尼，伊抓准讲伊安尼讲拢对呢，啊，所以台湾我有讲无效啦。像有这帮人的孙安尼，是非不分的这帮人，哦，你啊看，拢安尼，因这民进党拢丢了丢了，贪污也丢了，啊，你看讲迄拢乱讲的，拢乱讲的。所以吼，即马台湾社会都是拢有这帮人在乱讲乱传就对了，乱讲乱传。啊，讲的有诶无诶，啊。
来，咱搁转来主题吼。那么，拄则咱讲，若无胜利，旧日共识。那么，大陆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这个关键因素，是大陆的这个发展进步。那么，根据中评社2015年12月31日报道了，大陆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全国大连的副会长杨月洲2015年12月30日出席《由人民日报》，那么海外网海外网举办的金台沙龙，台湾局势啊，甲两岸关系。活动的时阵表示，2015年对于两岸关系来台，吼、哦，来讲啦，吼、哦，那么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节点，是节啦，吼、哦，节目的节，吼、哦，节点。那么拿小力调，趋势依然伫个持续。台湾明年或者是将头一边出现着绿营完全主导台湾政局的这个局面，将对两岸关系产生真大冲击啊个挑战。那么杨月洲就讲啊啦，民进党全面主导。台湾政局了后，有可能进一步推动文化大国。那么，2016年两岸关系将进入一个动荡期，甚至对立、对抗。但决定两岸关系走向伊个这个关键是中国大陆个这个发展进步。那么，对于两岸关系的这个未来，伊犹原充满着信心呐。大陆全国台湾研究会、全国大研会，那么副秘书长杨立宪伫个会中伫个讲，大陆未接受蔡英文提出的所谓九二共识，毋是唯一选项安尼呐，就一定爱有。承认九二共识了，阿洪之前嘛讲啊。那么，伊强调啦，九二共识是大陆伊个这个底线，就是唯一的选项啦。啊，我有讲过啊，啊，蔡英文你甲看，伊即马即边伫个台湾讲台湾民意啦，对毋对啦？啊，伫个对中国讲个时阵尔，伊袂。袂是一个制造麻烦者，对不对啦？哦，伊一开始说那尔，意思就是讲伊会和平，对不对啦？会解决啦。啊，你想，像伊讲的话有矛盾无？所以，像像民进党拢是咧讲这种话，对不对啦？啊？讲的一套，做的阁是一套。因为我有讲过啊，我观察民进党20-30年，所以是让我唾弃民进党，对不对？我持伊20-30年啊，对不对啦？那么面对台湾的这个劣化，带来了。去中国化的这个趋势，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朱尚岭认为讲不足为苦啦，苦怕的苦，
吼、哦。那么伊伫咧讲啦，这是特定历史时期伊个这个阶段性个这个表现。那么因为去中国化是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个这个基础上，吼、哦，必然袂久啦。哦，一种必然袂久安尼啦。哦，这是有关大陆玉方，就是以底线台湾爱成立，叫你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好啦，到这结束，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讲这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嘞。听阿宏唱首歌，无缘的人。共同幸福。你将挂嘴乱浪放乎我一人，自己行去找别人，予我心中无看风。你敢知影，安尼伤着我的心，有我重，有我苦痛。你敢知影，阮足希望看到你的人。明在眼前，永远是无希望，不可也要等待，一直出现的彼一天。将破碎乱梦放乎我一人，自己行去找别人，予我身边无伴行。你敢知影，安尼伤着我的心，有我重，有我苦痛。你敢知影，阮足希望。看到你的人，明在眼前，完全是无希望，不过也要等待，一切出现的彼一天。伤着我的心，有我重，有我苦痛。你敢知影，阮足希望看到你的人，明在眼前，永远是无希望，不过也要等待，一切出现的彼一天。